生命的形成需要完整的营养，胎儿成长的需求只有母亲能提供。宝宝出生了，我选择母乳哺育，我要补充更多营养，才能让宝宝从母乳中获得 AA 及 DHA。 新安琪儿妈妈奶粉含 AA DHA， 宝宝的需要新安琪儿妈妈奶粉最知道。